啊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又被溜了，我怎么老被溜啊，我好难过呀，我不想玩了，打不过打不过，真的打不过，粉丝说我是无敌战神界的耻辱，我好难过呀，我应该不是吧，我可是要立志成为一名技术主播呢，别的不说，你看我这拿车技术像不像一名技术主播，别人拿枪我拿车，刚才这个也去看了一下没有人，所以说赶紧来这里搜一下枪，拿到枪之后咱们就赶紧往地图边边跑，我怕掉大分，哎什么意思吗，我都跑了这么远还来人呀，受不了了，枪真马，哎人机一个人机一个，哎又看到一个人机，人机杀完之后就来捡空投，看看这个空投里边有什么，三头三甲 MG3， 我又捡到 MG3 了，我可不想死呀兄弟们，为了避免意外的发生，我还是决定在这里趴着，其实真实原因是现在圈太大了，我懒得去找人，我实在是太懒了，圈刷了我们开车进圈，有个红色轿车，看我一颗雷直接把他带走，哎他好像跑了，跑了那就追，看见你了小呆呆，这个点位在圈，直接在这个点位待守，直接在这里等着收人头就行了，都不用去找人，看见没有，带你们看一下圈型，现在是第四个圈，我这里是圈边，所以说还会来人的，看到没有，对面山顶又来了个小黑点，打死他打死他，哎有点马枪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能秒掉吗，完了秒不掉了，啊算了肩膀了他受不了了，哎这为什么没压死呀，哎又来了一个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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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好险好险，就很奇怪，我每次莽人的时候为什么总是二打一呀、啊？看样子以后还是不要再莽人了，实在是太危险了，七六幺子弹快没了，但是这个人身上没有七六幺子弹啊，看看跑车这里有没有七六幺子弹，他怎么也没有啊，好烦好烦，圈刷了不在圈呀、啊，该去哪里，哎看到一个伏地魔直接下车打，可恶的老六，我终于报仇了，看看这个人身上有没有七六幺子弹，哇这个人身上也没有，哎呀我好烦呀、啊，我得去找一点七六幺子弹，哎看到一个，有个蹦蹦还拿那个是大鼻屎，我看看这个叫熊川的宝贝身上有没有七六幺子弹，为什么啊为什么都没有七六幺子弹呀，现在我身上就剩43发七六幺子弹了，我得再找一点，哎看到一个，我问一下这个兄弟看他有没有，兄弟你有没有，哎这个兄弟他也没有七六幺子弹，被迫无奈我只能放弃我的 MG3 拿他这个维克托了，我这里是在圈边在这里待一下，哎这个蓝色教室你想干嘛，赶走赶走赶走你，吓死你快，直接就吓跑了，可是圈刷了我不在圈，哎看到一个绿体力服，哎好小子是你呀、啊、那方面计谋让你上次杀我，我这次非要把你给枪补了，快补他快补他快补他，嘿嘿嘿报仇了报仇了，单排好玩就好玩在这，总能撞见很多熟人，哎怎么场上就剩下两个人了，我们先填一下包吧，啊可恶谁给我扔雷了，先不填了，哎看见你了，哇这维克托好抖啊，还好爆头了，要不然这波没了，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人在哪呢，我们先打个药，打完药之后赶紧开车进圈，哎完了完了他开始打我车了，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，车要是没了就待会就进不去圈了，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，别扫我了，哇这个人枪法好准呀、啊，车要炸了怎么办怎么办，跳车跳车跳车，别把我摔死，嗯还好还好，先打药先打药，他不会丢雷吧，别把我炸死了，一定要小心躲他的雷，他要是往我跟前丢雷我就往前走，先封烟先封烟先封烟，往前压，因为圈是在他那不在我这里，把烟都丢出去，来捏雷慢慢捏雷慢慢往前走，先扔颗雷能不能炸死他，肯定炸不死没事，不要着急伏地再拔雷，哎，看见脚步了，他肯定在树后，看我一颗瞬爆雷能不能把他带走，死，我去一把加到42分，这么多，好家伙直接给我干到不朽星钻4了。